现在是2020年的6月6号的下午5点15分，现在我来到了香港的南湾，我要把香港所有的湾都走遍。南湾又是我开启的香港岛所有湾当中的其中一次行程。南湾是位于小西湾，这个呢是靠填海而来的这个住宅，它的旁边呢就是小西湾运动场，现在1分钟就让大家了解欣赏完香港的南湾，我们再看往这边看呢，就是它有些工业区。这是填海而来的地方，再往这边看呢，就是到了海洋了啊！这边海，南湾是一个小湾，但是不论是大和小，所有的香港的湾我都要走遍，所以让大家一同和我来分享、领略这个香港南湾的自然景色和美丽的风光，我们一并来欣赏，一并来走进香港的南湾，这就是南湾之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，请转发，请点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